公元851年，唐朝，湖州。南方之佳木也，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大人，大人，贡茶承运的公文。我们可以以此准备了。好，听说杜公不久将要回京了，刚来一年就要走啊？是啊，杜公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啊。想当年啊，陆公教导制作第一批贡茶。师傅，那师傅，您见过陆公？我爷爷见过。不过说起来啊，到我这儿是第三代贡茶人。哎，师傅，那我算不算第四代？这茶经里说得很清楚啊。制茶呀，要经过采、蒸、捣、拍、焙、穿、封七经木，等你把这些都学会了，你才算是第四代。师傅放心，我好好干，绝对不辱没陆公的名声。好，好样的，走。杜公，这是今年新制的贡茶，您尝尝。茶香清雅，汤色上佳，这茶喝下去，感觉这病都要好些。你爱喝，我再为你盛一碗。有劳。欲开未开花，半阴半晴天，谁知病太守，犹得做茶仙。你是何人？晚辈王嘉宁，来自1000多年后。千年后？我这诗句前日才作得，并未曾示人，你为何可以吟诵？在后世，杜公与杜甫先生并称二杜，您的这首诗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啊，将我与杜工部相提并论，后世人谬赞了。嘉宁姑娘，坐。
贡茶果然名不虚传啊。这茶是按照茶仙陆羽生前留下的技艺制作而成，虽然陆公仙逝已数十年，但这贡茶的味道醇香如前。据说茶仙陆羽就是在湖州铸茶经传茶经，还制出此等好茶。不错，陆公推行这里的茶成为贡茶，名扬天下，自此茶叶大行，惠泽芸芸众生。我几次上书朝廷，请求来到这里任职，与追随陆公饮茶之道、君子之风不无关系。那这茶经之中，杜公最爱哪一句呢？嘉宁姑娘想必也是熟读茶经之人，我倒想听听你我二人喜爱的是否为同一句。那我就与杜公一同吟出如何？好。茶之为用，味之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好啊，看来陆公的茶经提倡之精行俭德君子之风已传之后世，吾心甚慰。谢杜公，让我尝到贡茶。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让我们一起识读茶经。打开典籍，品读中国，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我是王佳宁。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它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唐代陆羽所著《茶经》被奉为茶文化之经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识读中国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茶经》。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清香汾酒匠心品质，典籍里的中国由青花汾酒独家特别呈现。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格力电器邀您读中国典籍，品智慧人生。好电器，格力造。典籍里的中国由王老吉赞助播出。王老吉陪你凝聚先贤智慧，传承生命经典。植物不易，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三位老师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同时，今天出演戏剧的演员们此刻也就坐于官坊间，与我们一起来聆听专家老师对于典籍的解读，欢迎他们。在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我去到了大唐贡茶院，见到了青木陆羽熟读茶经的唐代大诗人杜牧，亲身经历了湖州百姓一起采春茶的过程。可以说茶就起源于我们中国，而且和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国茶的历史那更是源远流长。没错，陆羽茶经里就写了，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那神农本草经呢也有一个记载，说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荼就是茶。神农氏距离现在一般认为是5000年，2001年浙江萧山考古发现，8000年前煮茶的陶符，这可能意味着中国茶的历史比神农尝百草这个传说还要久远。中国啊，真是茶的故乡。从这个史前时代
中华民族就开始对茶进行发现和使用了，最开始可以当药用，也可以去食用。那什么时候开始如此风雅的饮茶品茶了呢？顾炎武在《日之录》里说，自秦人取蜀而后，时有名饮之事，说明秦在灭六国之前呢，我国的巴蜀地区便有了饮茶风俗。到了西汉时期，茶叶已经成为商品市场中的货物之一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沟通南北。到了唐代呢，社会空前繁荣，交通也非常便捷，使南北的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呢，也不断的发展，饮茶逐渐的就成为全国性的一种风俗。自周秦以来，茶在文献典籍当中呢，只有零星的记载，直到陆羽才把茶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呢，为陆羽写成《茶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陆羽发现当时在跟茶相关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在采制方面呢，如果不合时节，制造不够精细，夹杂着枯枝败叶，这样的茶喝了就会生病。所以陆羽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需要，将自己有关茶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写成了我国也是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那么《茶经》具体讲了哪些内容呢？《茶经》全书7000多字，有3卷10章，内容包括与茶相关的历史文化、茶叶从生产加工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品饮艺术等。像第一章《一枝园》，陆羽就这样写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系统地介绍了茶的产地、植物的性状、种茶方式以及饮茶者的人格、品性等内容。陆羽还说到呢，茶之为用，为治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把人的品行引入到茶室之中，将茶的功能从药用、食用、饮用提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茶经的第7章七之士有一个陆纳杖职的故事，说当时东晋有一个名士叫陆纳，他呢就是一个俭德的人。有一天呢，谢安去拜访他，这个陆纳准备什么来待客呢？就是茶果而已。但他侄子觉得不行，说这不是怠慢人家吗，就偷偷的准备了一大桌子丰饶盛馔，结果陆纳把他打了40大板。他说，你不仅没有给我们陆家光耀门楣，还败坏了我的清俭之德呀。陆羽茶经呢，也正是推崇了这样的一种清俭的文人风范。所以说品茶、品味、品人生，唐才子传中就说，茶经问世之后，天下一知饮茶矣。意思就是说，茶经一问世，大家都知道，哎，该怎么喝茶了，也让茶文化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没错，茶经推动了唐代以及后世茶叶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茶经对中国茶叶和世界茶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茶能成为中国的名片，也有茶经的很大功劳啊。对，这样一个茶学的百科全书，陆羽是怎样完成的呢？陆羽的人生非常坎坷，他3岁就成了孤儿，被智积禅师在湖边发现，收养在寺院中。陆羽小的时候在寺院里面就经常给智积师傅煮茶，激发了他对茶浓厚的兴趣。安史之乱时，他跟随逃避战乱的流民一起往南方迁徙，当时江南产茶地区的百姓多以种茶为业，陆羽得以一路考察茶室，做了大量茶有关的技术。经过10余年，陆羽考察了当时产茶的32个州郡，之后在如今浙江湖州一带隐居，开始他对茶的研究和各种著述。我们翻开茶经，可以看到许多陆羽外出考察茶室的踪迹，比如在茶经8之初当中就提到浙西以湖州上，
这里面呢详细列举了湖州的许多茶产区，比如长兴的固渚山、安吉还有武康等地。那么在后世，湖州市安吉县还发现了一种茶，形如兰蕙，叶白麦脆，滋味鲜醇，可谓茶叶一绝。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鼎鼎有名的安吉白茶。所以足以见得当年陆羽所记述的这些地区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茶产区。据说啊，陆羽的朋友圈也是有非常多传奇的，他常常是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交友非常广泛。没错，陆羽啊和我们唐朝的大书法家狂草的代表人物怀素就是好朋友，他给怀素写过《僧怀素传》呢，那是我们现在了解怀素的第一手资料啊。怀素也受陆羽的影响啊，很喜欢喝茶，而且呢留下了一个千古名作，叫做《苦笋帖》，一共就14个字，苦笋即名异常家，乃可敬来怀素上。哎呀，这个苦笋和茶呀味道都太好了，来吧。这就是怀素写给其他友人的信，赞美了这个茗，也就是茶的美味呀。这件传世书法作品呢，也就成了我们中国茶文化源地的艺术瑰宝啊。茶经其实也是奠定了陆羽茶圣的地位，用现在的话讲，那陆羽就是茶的代言人。陆羽啊现在是以茶著称啊，但是在唐朝说起陆羽的时候，他是一个文人呐，历史学家呀，地理学家呀，而且也写过方志啊，当时他的诗歌也是很出名的，全唐诗里还收录他一个很有名的六献歌：不羡黄金雷，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静陵城下来。我不羡慕有钱，我也不羡慕别人做的官大，我只羡西江之水呀，它曾经在我家乡的静陵城下萦绕。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呐。我想这个和《茶经》里所说的“经行俭德”的茶德，哎，那是相得益彰的。感谢三位老师与我们一起来识读《茶经》。那么今天在典籍里的中国的舞台上，将会怎样演绎陆羽和《茶经》的故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点读会看看。大家好，欢迎来到典籍里的中国点读会，我是当代读书人撒贝宁。请各位老师给观众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王劲松，在戏剧中扮演陆羽。大家好，我是演员卢勇，扮演崔国府。我是演员马文忠，我扮演颜真卿。大家好，我是典籍里的中国总编剧张鲲鹏。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部典籍啊，是被奉为茶文化的经典，中国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茶经》。所以今天各位面前都摆了一杯茶，咱们以茶会友。好，这位老师请。怎么样？好。王劲松老师，您应该是喝茶的人。是，我是平常离不开茶。我是觉得很荣幸能够扮演陆羽，我在把握陆羽的精神脉络当中呢，感受到了一种很单纯的东西，就是对茶的这个精神的追求。对，陆羽的一生啊，是为茶而奔走的一生，他为茶叶和茶文化的传播呢，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不仅著述《茶经》，据推测呢，他还曾经写下《吴兴志》《武陵山记》等地方史志，啊这类的书籍。由于一生爱茶，富有实践精神，多年考察茶室，同时陆羽又有着自己的高洁理想和抱负，希望以茶济世，让天下百姓受益。陆羽在历史上的记载，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的丰富，他写出了《茶经》，把茶和茶文化都推向了一个发展的巅峰。所以张老师，我特别想知道怎么去讲述这个故事。
节目组与专家组从历史资料和茶经当中梳理出了一条线索。陆羽他虽然是一个孤儿，但是他有幸遇到了很多因茶相聚给予他巨大帮助的朋友。节目组选择了崔国甫和颜真卿两位与陆羽撰写茶经的人生故事进行了有机结合，并且融入了茶叶和茶文化在唐代发展的时代背景，完成了本期的剧本创作。茶经它不仅是一部茶学的著作，它同时也是茶文化交流传播的一个载体。大家如果看茶这个字儿很有意思，它是人在草木间。是的，直到陆羽茶经的出现，茶这个名称才被确定下来。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啊，荼可以说是我们古代对茶最早的称谓之一，其他的还有像贾、名、喘等多种称谓。为了便于观众理解呢，我们在本期的戏剧创作当中就统一的使用茶字。茶经以经名茶，茶其实是和品行相关。陆羽对于一个人的品行，他用了四个字来高度的概括，叫经行俭德。经行俭德是陆羽心目中的理想人徒，可以理解为行为专诚，德行谦卑。只要做到了经行俭德，才可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也是贯穿茶经的重要思想，是陆羽希望通过茶传递的美好品格。有这么一句话在茶经当中，请静松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诵读一下。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经行俭德之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经行俭德之人。陆羽撰写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书中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一份珍贵的茶叶史料，更重要的是他倡导的品茶理念和经行俭德的人格追求。作为茶文化的开山者，茶圣陆羽写下《茶经》，希望我们这次演绎能让大家体悟茶文化的内涵，为典籍传承奉献一份力量。来，大家注意脚底下啊！哎，你们几个来进门吧，快！哎，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老周那三百箱上等茶啊，走头船。好，大家别装混了。好嘞，好嘞。请。陆公、沈公，来了。我们周家来交货了。哎呀，老周，沈公的这批茶货就差你的了。老陈。哎，接下货！哎，周大哥，来，请，请坐。哎，陆公请。这是茶货款，请您收好。来年呀，你们家的茶我全包了。哎，那太好了，生意做了，朋友交了，如此甚好。来，我敬二位，祝茶山丰收，祝生意兴旺。好。沈公，货齐了，知道了。陆公，
周大哥，保重，保重，保重。老周，坐。哎，陆公请。陆公啊，您在这茶经里写的太对了，茶者，南方之佳木也。请，陆公请。唐代贞元年间，古稀之年的陆羽在湖州居住，他弘扬茶文化，教当地百姓种茶制茶，造福一方。陆羽一生爱茶如命，他用一生撰著并修改世界首部茶学百科全书《茶经》，使天下饮茶之风更盛，当事人尊称他为茶仙。陆公，陆公啊，那我们就先回茶山了。保重，保重，保重。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晚辈撒贝宁拜见陆羽先生。看你这装扮，是哪国的客商啊？晚辈不是客商，我是从1200多年之后来的一个读书人，因为读了先生您写的《茶经》，特来请教。1200年后，我就知道这么说先生一定不信，所以晚辈此行前来，特别想邀请先生跟我前往后世，去尝尝我那个时代的好茶。好，即便你在说笑，只要有茶饮，我愿意跟你走一趟。先生，请。请。哎，大唐贡茶院。对呀，先生您推动建立的大唐贡茶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损毁了，但是到了我这个时代，人们又把它重建了起来。重建，好啊，太好了。品新茶了，品新茶喽。欢迎参加今年的新茶品鉴会。今天的新茶种类繁多，有安吉白茶、固主紫笋茶、宜兴阳羡茶、莫干黄芽，还有苏州的碧螺春。好，好，好！哎，后世之茶种类如此丰富啊！对，我家的茶今年收了20000多斤，欢迎大家都来订购啊！好，20000斤。在我那个时代啊，整个湖州产的贡茶也只有10000多斤。哦，先生，现在湖州一年的茶产量2000多万斤。2000万。哎，如此产量，得惠及多少百姓啊！这不是撒老师吗？您怎么来了？您好，您好，您好。撒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撒老师好。我们呀，录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刚好今天说的是《茶经》，这太好了！欢迎欢迎，别谢，别谢，谢谢谢谢，来，先生请。好，欢迎撒老师，谢谢谢谢。请请请，这是茶的盛宴啊！哎，那这位老先生演的肯定就是陆羽了。在下正是。快，给撒老师和陆羽先生尝尝我家的新茶。好，二位谢谢谢谢，请坐。您请。好，长者为先。哦，您先请。啊，多谢。三君，这是什么饮法啊？哦，这个时代啊，人们更爱喝茶，但是喝茶的器具啊、方法呀，更加的多样化。哦，这应该是最方便的一种喝法。哦，
老先生，您演陆羽肯定懂茶，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您看我这茶，都是早春茶呀。哎呀，你背诵的一字也不差呀。这天下爱茶之人，谁没读过《茶经》啊？这喝茶种茶的人，谁不感谢茶圣陆羽先生啊？说的是。老先生，这茶怎么样？好喝，好喝。老周啊，你这个茶是真不错呀，谈笔生意，如何？好，这样吧，两位先忙着，我们呀告辞了，因为后面还有拍摄任务，我们就先回去了。好，好，好，撒老师再见，撒老师再见，再见，再见。先生，请，请。撒老师慢走。好，再见。哎，撒老师，老先生，二位留步。我这几包茶呀，是用非遗剂做的茶饼，您二位带回去啊。嗯，谢谢。煮着喝，煮着喝。谢谢，谢谢，谢谢。太珍贵了。但是刚才说这个茶建议我们煮着喝，不知道煮着喝是什么味道。我有风炉啊。晚辈迫不及待。好。撒君，请坐。谢谢先生。我要为撒君亲手煮茶。能喝到茶圣煮的茶，这是晚辈的福分呀。撒君过谦了，有什么尽管问。先生在茶经里说过，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如果真的从神农氏算起，那到先生您生活的唐代，那中华饮茶的历史就已经超过3000年了。但先生是为茶著书的第一人，您的这部《茶经》啊，在后世被誉为茶学百科全书，意蕴丰厚。而且您是第一个把茶的自然属性和精行简德的人文精神结合到一块儿的人，您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典籍啊。先生是怎么想到要为茶著经的呢？这个说来话长了。我一生爱茶如命，似乎与茶有不解之缘。我是一个孤儿，自幼被父母弃养，智积禅师在湖边捡到了我，把我收到寺院抚养长大。禅师每日不可少茶，所以自打我记事起，每日必和禅师学茶，为他煮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慕孔圣之文，离开了寺院，进了参军戏班，做伶人为生。直到在一次集会上，我遇到了李奇武大人。李大人是我生命中的恩人和伯乐，我有幸与他煮茶相谈。李公不嫌我身世卑微，对我的茶技和诗文大加赏识，并推荐我到了声名远播的火门山书院求学。在那儿，我得遇了我的恩师邹夫子，他是一方大儒，他怜悯我出身孤苦，爱惜我求学若渴，教我百家之言。邹夫子也是一个爱茶如命之人，他每日必饮我给他煮的茶。我也是在他鼓励和启发之下，对茶深加钻研，更加的挚爱。大军，茶好了，请用茶。
香气扑鼻。夫子，医家说了，您的身体不能久坐。就在这儿，等雨儿回来。雨儿是不是今天回来？明日是您八十寿辰，鸿渐走时就说他今日必回。好啊，夫子，夫子，我回来了。鸿渐拜见夫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夫子，我天天都在想您呐。知道啊。哎呀，这胡子都长了，这风吹日晒的脸也晒黑了，倒是多了一些老成。您就是说我变丑了呗？哎呀，我看谁都没有看你顺眼。我知道。啊，夫子啊，您的身体怎么样？哎呀，我哎呀，这些天啊，你跟着崔公游历广茶呀，都到过什么地方？哎呀，我们到了不少的地方。崔公啊，心系民生，他想在静陵发展茶叶，不仅考察了静陵的水土，我们还到了其他州县的茶山。对了，这一路上收获颇丰啊，我把所思所想都记在这上面了。哦，好，夫子请看。哎呀，老了，看不清了。夫子，我来给您念。茶者，南方之佳木也。茶山行喽！鸿渐，哎，鸿渐，来了，来，和他们一起喊，来，茶山行喽！哈哈哈老弟啊，啊，这惊蛰日喊山有何寓意啊？唤醒过冬的茶树，祝茶叶丰收啊。哦，也是提醒茶农要打理茶山了。哦，这位先生行家呀。老兄，你这茶山一半是沙砾，一半是泥土，嗯，和我们书院的茶山啊，土质大不相同。这粗粒沙土中长出的茶树啊，算是中等，那种适合稻谷生长的黄土长出的茶树啊，却是下等。看那儿，那高山上烂石中长出的茶树啊，却是最上等。是啊，茶树不与稻谷争良田，静陵这地方多沙土烂石，适合种茶。我就是想啊，让这晋陵的荒山变植茶树，为百姓谋福啊。好，那我就把种茶制茶的知识积累整理，以资国计民生。好好好，鸿渐，你有如此抱负太好了。夫子请听。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夫子，我要把种茶的知识总结成文字，力求直白浅显，不做过多的修饰，希望人人都能懂。雨儿，为师啊很高兴，你已经懂得以己所见所学利益世人了，那还不是夫子教的好。
就是你，嘴甜。父子，我去了店。好。凡采茶，在2月、3月、4月之间。采茶。 凤姐，来，看看，帮我看看，我采的这个茶怎么样啊？我看看，崔公啊，您没采过茶吧？你这话里有话呀！老弟啊，来帮我看看，哎，我采的茶不好吗？我看看。嗯，大人啊，您采这茶呀，边缘平展，体型硕大。 但是品质不佳，哎，为何品质不佳呀？大人您看，采茶要挑这种崖边反卷的采，这样的才是好茶。来看看我采的。大人您看啊，这位先生采的就算是好茶。这向阳山坡的茶树啊，茶叶以紫色的好，绿色的就稍差那么一些。哎，这种茶叶。 肥壮抱团的好，您采的这种展开的就差些。我懂了，这采茶呀，不能专挑个大的揪。夫子，请听，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 叶书次，有而以竹笋之状，描述紧致的新发茶芽，甚是传神啊！写得好。<笑>不仅是采茶，制茶要领也是很多的。自采至于峰，七景木；自胡穴至于双河八等。就是说，从采摘。 到封装要经过7道工序，这茶也可分成8个等级。没错，现在啊，茶叶贸易日渐繁盛，这江南的产茶之地的农家呀，时有二三都有种茶。哦，而且这茶种的越来越好了。茶就是个好东西。沈一华佗曾经说过：“苦茶90。” 一意思，饮茶的好处，我都记下了。好，父子，弟子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来听听。<笑>弟子一生与茶有缘，经过这次游历，发现人世间爱茶之人愈多。 饮茶之风日盛，以茶为生的人何止万千，可是这世上却没有一部茶的专著。弟子想要为茶著书，那此书你从何下笔呀？分若干个篇目，从茶之源头到茶之栽培，从茶之制造到茶之饮用。 凡茶叶所涉及的知识，尽量包罗，与茶相关之文化广为收纳。那书名想叫什么呢？学生斗胆，想为这部茶的专著取名《茶经》。此书以《茶经》为名。 很容易，然当得茶经之名，很艰难呐。弟子愿意一生研习撰著茶经，愿意一生践行传播茶经。好，很好。 夫子，这是我专为您亲手做的茶饼，祝夫子如南山之寿。
好，好。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我现在就想喝。好的，好的，弟子这就为你煮茶。啊，快坐。夫子，茶煮好了。夫子，夫子，洪剑啊，我已亲笔写下这封书信，拜托长安的朋友多照应你。感谢大人。你我同游三年，忘年之交，情谊厚重啊。我聊以清茶一碗，为你送行。崔公，请。待我再回静陵，
再为崔公煮茶。好，我在静陵等你。剑南的彭州茶，您看看，瞧瞧看看，客官您请，来，客官您请坐，来碗茶，好嘞，一碗茶，来，您看看这主茶罐，这茶，谢谢您啊，来，哎，客官，客官您慢用，这个茶室茶货很全呐，那是当然的。这是我们方圆几百里啊最大的茶货市场，但要说是齐全，那您还是得到长安城去。到了长安城啊，您才知道什么叫做齐全呢。嗯，哎，你的茶品，谢谢客官，客官慢走。客官您看看，你这是什么茶？浙东越州步步全灵的鲜明，茶味甚香。客官，这传说可是神仙喝的茶啊。哪位神仙？你看，让客人问住了吧。来来来，您看看我的茶。好，这是剑南的彭州茶。来，您再看看这茶饼。哎，这茶饼像胡人靴子上的褶皱，好茶呀。好茶。哎，先生，这好茶呀得配好茶碗。来，您看看我这的茶器。多漂亮。出大事了，兄长。兄长出事了，兄长。哎。出大事了！我怎么了？洛阳沦陷了！啊啊！沦陷了！沦陷了！这……哎呦，此话当真？千真万确！这我们快走啊！快快快！快快！再不走啊，就没命了！把茶叶都装了。先生，您也别在这待了，赶紧逃命去吧！哎哎，一个盛世大唐，转眼之间，已是人心惶惶，狼藉遍地。北方之地，百姓流离失所，繁华的市镇转为萧条，天下各行各业皆遭战火摧残。那是大唐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起兵，很快占了洛阳，直逼潼关。这场祸乱，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它的确是大唐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我颠沛流离，终于回到了静陵，不想竟迎来天大的噩耗。陆公，我家主人一直在等您回来。他在临终前还在伏案给您写信，还没写完他就……这是大人未完成的书信。我想一个人在崔公的书房里坐一坐。贼死安禄山，贼死安禄山。
起兵反叛，还我山河。可他，可恨呐、啊，崔国府啊，你这个老朽，你这个病夫，竟不能提剑上阵杀敌，不能。还我大唐山河重光啊！红剑去了长安怎么办？红剑，崔公，红剑，崔公。红剑，你回来了，我平安的回来了，回来就好。崔公，我想你，我也想你呀、啊，想你给我煮茶喝。好，崔公。你上座，好，我来给你煮茶。好，快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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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我来煮茶，我来煮茶。茶者，南方之佳木也。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好了好了，在刚才的这段戏剧当中，陆羽遭逢乱世，同时他又失去了在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伯乐，也是恩师崔国府。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是非常深厚的。确实是这样，两个人呢有很多很多的生动的故事记载。唐才子传就说，交情至厚，血笑永日，雅意高情，一时所上啊。说他们俩天天像朋友这样在一起开玩笑啊，让别人都非常羡慕的呀。我想也让陆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孤独感。陆羽呢，
一生当中遇到过不少哈、像非国府一样的贵人。陆羽从寺院离开以后，遇到了庆宁太守李奇悟。李奇悟见到少年陆羽之后呢，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背，亲自把自己的诗集传授给陆羽，还把他推荐到了当时天门哈、非常有名的周夫子那里去学习。陆羽呢能够被这么多人赏识，绝不只是因为幸运。陆羽虽然是一个孤儿，但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学习诗文典籍，也不放弃在社会中有所作为的理想。我觉得呢，陆羽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崔国府的逝世，安史之乱的爆发，让陆羽陷入了人生低谷。唐朝的国势在持续8年的战乱中由盛而衰，特别是北方地区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那么南方地区的茶叶生产成为当时恢复社会经济的重要选项。安史之乱之后，陆羽到南方更加深入地了解茶事，希望能够有益民生。所以在安史之乱这样的动荡时局之下，陆羽也一定有着匡时济世这样的心愿，而他也将这份愿景融入了茶经之中，流传后世。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清香汾酒匠心品质，典籍里的中国由青花汾酒独家特别呈现。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格力电器邀您读中国典籍，品质会人生。好电器，格力造。典籍里的中国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在刚才的戏剧当中，我们看到陆羽面对着挚友的离世、国家的动荡，那么他该如何去完成《茶经》这部著作呢？我们接着往下看。请用茶。谢陆公。哎，同样的茶，陆公煮的就更香一些，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是啊，好喝，好喝。今日啊，就是来教大家煮茶，来买茶的商客都会品茶，茶煮得好，自然茶会卖出个好价钱。大伙儿啊，都是从北方来到湖州啊，开垦荒山种茶。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来，为了节省粮食，朝廷颁布了禁酒令。世人多以茶代酒，这茶的销路就好了起来。大家好生经营，将来啊，平定了叛乱，打通了南北的商路，买茶的客人啊会越来越多的。好啊，好，陆公，您赶快教我们煮茶吧。对，对呀、啊，怎么煮的？教煮茶吧。煮茶呀、用心最为重要，掌握好火候，可以成圣贤。圣贤，听说过伊尹吗？没有，给我们讲讲呗。义工啊，跟我的身世相仿，自小啊也是一个孤儿。太史公叔即伊尹出世，汤使人聘迎之，无反，然后肯往从汤。伊尹先生，这是我第5次来求见您。我是个袍人，只善于调羹，帮不了大王什么，请回吧。我长途跋涉，饿了，求义工一碗羹吃。大王请坐。谢义工。我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羹，义工是怎么做的？只需掌握好火候，调和好味道。义工，看在我5次往返的份上，可否给我讲讲治国之道啊。
我还是被大王先讲讲如何调羹吧。您讲。以鼎调羹最重要的无非是两点，掌握好火候，如同君子善于把握好时机，调和好味道，就如同贤王善于调剂天下民生。做到这两点，就能调成一碗好羹。感谢一公以这调羹之礼教我治理天下。一公可否再为我辨析当今时事？夏桀暴政，民不堪其苦，商帝却在您的治理下民生安乐，可见天命已然在商。大王要善于把握时机而动，欲成王道需凝聚人心，要善用各种力量，如同善用五味，才能调好这一碗羹。只要大王视民心为天命，必能诛灭暴政，造福黎民。一公，实乃天下大贤，汤愿求您为相，实为天下百姓，请勿再推辞。伊尹愿为大王调羹，谢一公。今日我终于为天下黎民服务得这一公羹了。这就是一公羹的故事。一公调羹就如陆公煮茶，都是在调理百姓的生计，正可谓一公羹陆氏茶。一公羹陆氏茶。陆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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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军收复洛阳了，官军收复洛阳了。真的，千真万确。官军收复洛阳了，官军收复洛阳，官军收复洛阳了，官军收复洛阳了。崔公，官军收复洛阳了，茶山行了，茶发芽了。茶山醒了，茶发芽了，茶山醒了，茶发芽了。叛乱平定以后啊，国家恢复了稳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南北商路再次被打通，使得茶叶贸易需求大增。各个茶产区的茶农们都在努力地扩大生产。是，我们知道您不仅去了杭州、苏州、常州、岳州等地考察，而且还在常州、梧州推动紫笋茶成为了贡茶，这也促成了历史上第一座官办贡茶院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紫茶好啊，这一次的贡茶好啊。贡茶院大历十二年，进贡朝廷的皇家贡茶，经官衙验收，清点封装一毕，陆公请宣告走茶。吉时已到，贡茶承运。贡茶承运。诸位，严某即将回京赴任，今日向大家辞别了。严公，
回京赴任是件大好的事情啊。恭喜使君。使君来到我们这儿，大兴茶叶，和陆公一起为我们家乡茶扬名，为百姓造福，带大家过上了好日子。安禄山反叛，河北24郡，唯有严氏一门敢与叛军抗战。使君，湖州的百姓舍不得您走。我也舍不得诸位啊。使君，到了京城，别忘了我们，这里永远是您的家，父老乡亲时刻恭候使君回家。恭候使君回家。谢诸位，诸位保重。使君保重。严公，我随您修撰《运海境缘》，遍阅典籍颇有感悟，随即又对茶经细加修改。这是大致定稿的茶经，赠与严公一阅。茶经已写就，陆公精益求精，殚精竭虑，不断修改，就凭此精神，让我严某钦佩不已呀。严公过誉了，此次修改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补了七支士篇，追溯茶的起源，探寻茶的文化精髓。好啊，神农识经，茶名九福，令人有力悦志。我走遍神州，遍尝百草，一日遇72毒，后得茶而解之，茶食之，使人精力饱满，心情愉悦。严公，神农识经所记，使茶的历史推到了上古时期。燕子春秋，应向齐景公时，食脱素之饭，至三亿。无卵，名菜而已。我身为齐国国相，欲内忧外患，更要以俭德要求自己。餐食力求简单，解渴，有一碗茶即可。晏子为齐国国相时，就以简单的茶饭规范自身，教导世人。俭以养德，君子俭德，而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世人能以先贤为楷模，精于行持，俭以养德，我大唐复兴有望啊。鸿渐正是想以这部茶书引导世人成为一个精行俭德的君子。好一个精行俭德呀。此刊为茶经之精髓，鸿渐悟明了此意，方觉茶经完成。若天下之人都能像陆公，为一部书、一件事，倾尽全力补益大唐民生，我大唐重兴有望啊！我已年近70，此次赴京，我是勉力为之啊！我想到那一天，我告老还乡，还来到这灵秀山水之间，与你共煮清茶呀。严公，我和湖州的百姓，永远。为您备好一碗清茶，我们
等着您。员工，上京赴任，为国操劳，转眼就是七年。建中三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谋反，朝廷遣75岁高龄的员工，在危难之际前去招降叛贼。员工为了打探国家社稷，义无反顾地前往，不幸却遭叛贼羁押一年有余。叛贼李希烈频频威逼利诱，可员工宁死不屈，并且为自己写了以表墓志，以明心迹。幸元元年8月，严公以77岁高龄被害于蔡州龙兴寺，噩耗传来，敬仰严公的百姓家家都供了一碗清茶，缅怀严。先生节哀，我孑然一身来到这世上，无儿无女，最终也要孤独的离开。我一生爱茶，一生写茶，要感念的人太多，与良师益友共度此生。我是一个享受人间温情的孤儿。颖儿，父子，父子，崔公，燕公，父子。请受弟子一拜。云儿，云儿，云儿啊，为师啊想喝你煮的茶。我们也是啊。太好了，太好了，快请上座。来来来，请。快请坐，快请坐。我来斟茶，我来斟茶，我来斟茶。茶好了，茶好了。父子，请。燕公，请。崔公，请。好。我想到那一天，我告老还乡，与你共煮清茶。我聊以清茶一碗为你送行，待我再回敬陵，再为崔公煮茶。
我呀，就在这儿等雨儿回来，给我煮茶喝。好茶。这茶呀，只有我们雨儿煮的是最好喝了。我最喜欢鸿渐煮的茶。这碗茶呀，我想了8年了。好，我再为各位斟茶。哎呀，鸿渐，来来来来，坐，坐。茶者，南方之香物也。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戏剧的最后，陆羽同恩师和友人品茶之至味，共同言出茶之为用，为赤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看到这一幕场景，其实也感觉像一碗茶汤一般淡薄凝香悠远。千百年来，陆羽的茶经以及他所倡导的茶文化，也深远地影响着后世人的社会生活、思想精神，还有艺术审美。后世人用自己的方式在诠释着心目当中的茶圣陆羽。当代画家范曾先生就以茶圣陆羽为题创作过许多幅画作，而这些画作也成为了陆羽形象的经典。而时至今日，陆羽与茶的故事仍然被不断地演绎传颂。确实啊，我个人非常喜欢结尾这场戏的设计，就是在陆羽人生的最后阶段呢，他通过这么一碗茶和自己人生中的伯乐呀、知己呀再度相会。我觉得这个场景也正是对茶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最好的诠释。千百年来，茶不仅仅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在走向世界，成为包括咖啡、可可在内的全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南方家木，但是它可以沟通中国的古往今来，也可以连接世界的东南西北。茶经问世以后，1200多年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广泛的流传到海外，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以及近代以来在东南亚和欧美盛行的茶文化，无一不是在陆羽茶经的初始影响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2019年，联合国将每年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申遗成功。可以说，茶就是承载历史和文化的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说得好。茶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如今小小的茶叶成为乡村振兴、拉动民生的大产业。
当下，全国有1000多个县、3000多万名茶农靠一片叶子来发家致富。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画卷，每一卷都飘荡着清幽的茶香。在我们如今这个新的时代，茶也成为了咱们中国人最时尚的传统饮品。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与我们一同来品读《茶经》，谢谢。点亮光明，汲取力量。典籍里的中国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独家冠名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由王老吉赞助播出。王老吉陪你凝聚先贤智慧，传承生命经典。植物补益，读书有底气。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典籍里的中国由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观看《典籍里的中国》完整视频，专享幕后精彩内容。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佳木一叶，蕴藏着5000年的文化基因，让我们在传承中不断发挥民族创造力，共品茶香茶韵，共创美好生活。我是王佳宁，下一本典籍。我们再会。